秀才不出门，能知天下事。生活在资讯爆炸的现代，只要打开电视，就能让你掌握世界脉动。那你发现了没有？电视新闻里不只是主播报给你听，画面秀给你看，连上下左右都有跑马灯，抢着告诉你最新讯息。可以看到，目前电视上新闻上播放的跑马灯呢，有时候双行、单行，伴随着不同的速度在呈现。阅读纷乱的跑马灯，到最后是使用者主观的评估是视觉是疲劳的。为了测试乐听人看跑马灯的效率有多少，研究团队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看遍各家新闻台，试图找出最符合人体工学的跑马灯呈现方式。研究结果发现，跑马灯的速度很重要，太快的来不及看，太慢的又容易让人失去耐心。另外，字体、字形，甚至是直摆、横摆都有影响。如果我们就我们的生理的角度来看，是人的眼睛的肌肉在控制，以及人在处理一个水平的空间的平面上，会比处理垂直的还要来得好。横向的跑马灯吸收效果之所以比直向的好，关键在于我们先天的眼球肌肉构造。眼球有六条肌肉，其中两条主要控制左右平移，四条主要控制上下内外转动，所以眼球左右动比上下动省力。原来电视跑马灯也讲究人体工学，不是跑得多跑得快就好，如果不善加安排，只是让人眼花缭乱、目不暇给的话，可就失去跑马灯的功能了。